Ta-da.鸡腿用剁椒蒸的，好好吃。 香辣木瓜丝。
汤是真的鲜。这个我煎了一下，感觉这个煎过的好香。好好吃，它里面送这个撒料，你们如果煎的话或者放到烤箱烤一下，撒上这个撒料，太香了。好好吃啊，有没有喜欢吃这个的？你们一次能吃几个？这个下面这个托不太好消化，我一般都不吃。哇，好香啊！这些菜。这个米粉真的很好吃，炒起来特别简单。一吃这个我就想到，以前才到上海打工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工厂门口老奶奶炒的那个广东炒饭，好好吃，还是这个味儿。给大家录了一个炒米粉的教程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特别简单。米粉我们先用开水泡五分钟哈，我今天炒了两块米粉，然后我们准备点自己喜欢吃的配菜和葱花哈，打两个鸡蛋哈，你们也可以放点肉末。泡好的米粉我们把它水倒掉哈，用冷水这样冲一下啊，冲一下给它沥干水分。把锅烧热倒油，先把鸡蛋炒一下，鸡蛋炒散了之后哈，我们直接下自己喜欢吃的配菜哈，我一般都是先把配菜放下去炒一下。素菜稍微翻炒一下，炒至断生哈，我们就把火调到最小，把米粉先放进去，然后呢我们加调料，少放点盐，放一点鸡精，放点生抽，再放点老抽上颜色。喜欢吃辣的姐妹们哈，可以放点我们家这个人人会的麻辣酱。咱们家这个人人会麻辣酱是农家菜籽油炒熟了的哈，也可以米粉炒好了之后把它直接拌在上面吃。所有的调料都放好了之后，把这个火调到最大，然后呢把这个米粉去翻炒一下哈，可以稍微多炒一会儿，把那个水分炒干。炒到这样锅边滋滋冒油哈，米粉就炒好了，这样炒出来的米粉的口感非常的好。出锅前哈，我们放点葱花小米辣。好了哈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关火出锅了哈。喜欢吃广东炒粉的姐妹们哈，你们一定要带回家尝一尝。咱们家这一款广东米粉呢，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哈，只有玉米淀粉和水，炒出来是这种晶莹剔透的，口感非常的好，而且呢在家里做真的经济又实惠。姐妹们，我这一箱是3斤哈，可以炒的话大概20份左右，在家里做真的好吃、简单还干净。不会做的姐妹们哈，你们看啊，这个箱子上面都有做法，怎么做蒸粉、怎么做炒粉、怎么做汤粉，都给大家写了教程，链接给大家挂在下面了哈，你们可以在家里面炒一炒、尝一尝，真的很好吃哈。